想要不要煮个尼多兰的锅？不用啦，我是用大杂烩就拿到了、欸。哦，对、啊，可是它的锅还好啊，它的锅是那个化石。哦，多兰锅听起来好像它的头会飘在上面的感觉，还会有耳朵什么的在上面飘。假恐怖！我的角金鱼色尾被吃掉了。我的可达鸭也被吃掉了。可是你还有色尾腕力啊？不对，他已经好力了。对，他已经好力了，他快要变怪力了。没，以前国中还国小不是有怪力乱神这个吗？对对对，就回不去了。怪力乱神。对啊。对。好力乱神。那时候我们就是讲有腕力乱神跟好力乱神，然后老师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老师不容梗、欸、对对对对对，刚刚我在教隔壁班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腕力乱神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在笑，然后都不告诉老师，超可怜，白痴，我又开被蒙在鼓里，我刚刚开到 YT 了啦，哦烦了、哦、开到 YT、嗯、我已经放弃了，每次都开错，反正为什么你是那个串流码没有那个是是没有，就是他有两就对啊，两边单开，然后那个啊那个设定档有分两个、哦、设定的，我常常都忘记，忘忘切设定档嘛，每次我三个，我一个只开推区，一个开两边的，然后一个是录影的，对啊，哇，听不懂。Hello， 度假村开始营业啦，没错，不是开始营业啦，今天要休假出远门啦，旅游。今天是员工旅游，今天是员工旅游，可是我家还没开好，我家哎、欸，我家好了，你家好了，对，你家被砸完就好了，那泽平呢？我家重建了，好呀，我不知道，你要问雨月，泽平，泽平说他要剪片，他才是最久没上线的呢。Oh.真的，他手都不痒了。哦，撕破脸什么的喽。对啊。真的。还是我们？感谢确定。还是你们轮流去撕他的脸？不要啊！撕他的脸，撕到他破吗？对啊。听起来好可怕啊、哦！怕吗？被骗啊！哎呀，你在剪片、啊。哎呀，今天被骗我还没弄。你去撕他脸，赶快。你应该撕他脸，快点！快去撕他脸！赶快，一分钟。马上拍完，马上上传。等一下，我上传一下。我有备档啊。哦，已经撕好了。不是啦，他已经放一张，他已经旁边已经有一个泽平的脸皮放旁边。哎呦，泽平的脸。安安哦。超恐怖的。恐怖哦，这群人。YT 那边是纯粹。我单开开错片，哦，这酷，我回来了，回来了，哦，多人游戏，你们是都开了吗？还是还没？开了，开了，哦，那我也来看一下，好，电力大厅了，好，电力大厅，好，我也来一下，好了，我先把废片传一下，继续，再点到心，点到心。点到心你就重来喽。没有啊，今天很有可能会是暴力台，今天真的有可能会是暴力台。我们不是一直都、哦、一直都是吧？差点奇瑞，啊，差点奇瑞星，我们不是一直都是吗？差点奇瑞星，没有啊，没有啊，我说今天会更暴力啊，因为上一次其实蛮多画面都是我们在盖东西啊，这一次是几乎都是应该会杀东西，都进去打架。我们要，真的不要去玩 GL 吗？我们要去把其他度假村集团。不，我们度假村食物不用搬不回去吧？爬绳子有办法搬吗？应该是说没有，可以背东西。我们只能现场肢解。哎、欸，那个回音，回音，有回音，有回音。谁的回音？我的吗？喂，谁用喇叭？没有，我用喇叭。那应该是你。戴耳机戴久会痛。我也是哎、欸，可是我是眼镜。夹着头，耳朵后面会痛一点。对啊，我这次我之前那只眼镜不会，后来配这只新的会。嗯，跪求耳机厂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戴耳机，其实已经还蛮习惯的，都没事。没有，那如果是要看眼镜，我觉得那一排的耳机真的还。眼镜够硬的话就不会痛。嗯，要看耳朵。看耳朵，不是啊，你要换耳朵吗？
换个多了，换个换个，没有你压久耳朵就会变形，不用换啊。所以我都被压变形了，所以我的耳朵已经变形。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眼镜哎，因为我之前同一款耳朵什么？耳朵，我一把耳朵，耳朵对不对？耳朵，耳机啦，耳机啦。应该七个人吧，加杰克啊。所以你耳朵去哪里买的、啊？是不是很想要吗？想要、哦，要问他爸爸跟妈妈。剃掉就有了。啊哈哈，把头发剃光就有了。今天有，看起来就是新耳朵。今天就画面上这六个人加杰克，我分类有改啊？没有吗？欸我有改吗？我看一下，我好像忘记刚不是改过，有啊，度假村啊。哦，有有，我有改。有啊，度假村啊，聊天室不一定会看啊，哦，一定要，聊天室一定会看啊。怎么又是角精？角精哦，角精鱼超多的，角精鱼喵喵都超多。杰、欸、克还没进，杰克不是还没进来吗？是角金鱼跟咚咚咚咚超多，咚咚咚咚哦，咚咚咚咚也超多的，是不是讲咚咚咚你就说什么了？对对对对，咚咚咚也超多，那就走吧。没改，我看有改分类哦。每次进来就这样，超神奇。分类补一下，有最近有时候对局的分类没有办法改。有啊，它是声音声啊，小灵耳朵，多笑，口发牙齿。我关系小林耳朵什么东西啊小林家的耳朵龙我还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那个哈利波特那时候的广告印象真的是会被洗脑欸不行他不让我改标本类没有啊 YT 有开啊我 YT 没开啊关掉他关放的 YT 没开、欸、YT 是误开的现在应该没了资讯好了好了我再重存一次我已经存三次了我去，我听没开。等下这游戏怎么玩？太久没玩了，太多天没了啊！我刚睡醒，我们刚睡醒要吃东西。白痴，我的门怎么越来越出不去了啦？跳窗，跳窗，拆掉，该拆了。不要，住宿屋了啦，住宿屋了。哎，有烤好的肉，先吃个。这门真的是很奇怪，那肉不是我才刚放上去的吗？哎，真的吗？啊！吃肉准备出远门，现在大家身上都有一堆奇怪的东西。我看一下我身上。在烤肉了，在烤肉了。为什么风干的肉不能吃了、啊？要烤过吧？烤过啊！要烤一下下。等一下，干的本来就要烤啊。要烤烧起来。啊！有人烧起来，有人烧起来。哎，白金，你的吃肉吃到烧起来了。吃肉不行，我要守着我的肉。上火了。我要守着我的肉。上火了啦！你赶快去那个一下。等一下啦，加吧啦。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烧。是上皇帝大吗？为什么我的那个啊大块肉放在身上变干燥肉可以直接食用？对啊，就可以直接食用啊。吐你要拿在身，所以你刚刚拿的不行啊，拿下来不行。对，我刚刚是要拿下来再烤欸。欸，焦啊！哇，真的好多兔子哦。顶亏顶亏。通关了多。通关了。吸吸吸吸。你是什么？你卖照啦、啊！做不到，做不到！不要戳到人嘿！陷阱！啊！啊！我戳到农田了！戳死他了！哎，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我有头，我有那个，已经戳死了，已经戳死了。好，没事，没事，没事。哦，有人笑，笑，笑。你们等我。Safe。聊天室，等我一下哦，我在祖国。我在放着打，我已经煮好了，我已经煮好了。那我去收集一些那个，飞片上传喽，可以去看的哦。看飞片喽，看起来哦。哎，小块肉没办法晒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啊，怎么晒不起来啊？哎，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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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不，小的不行，小块的不行啊。对对，小的不行，对不起。所以鸟肉那种不行。那我知道，鸟肉不行。就乌龟可以是。好了，这里还有一个小块肉，你们来吃吧。又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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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哎、欸，兔子都没进去耶，你想干嘛？对啊，慢慢等吧。你想抓兔子吗？你们不是要抓兔子养吗？没有要养啊，你们可以杀，不是要那个猪什么树枝的那个包？可是它太难追了，太跑太快。真的？你也知道它很难追哦。嗯。我是觉得它蛮好追的啦。哦，你这是一语双关哦。没有，可是我觉得蛮好追的啦。那时候玩东石大 together 的时候就追到了。哎呦，哎呦，哎呦，难怪是教主还星。所以你们想交女朋友玩游戏就对了。
就你们去玩东石大福是不是？去玩东石大福，要找你喜欢的人。东石大福好了啦。等一下，来玩东石大福。我们一起玩，你们要教谁啊？哎、欸，也是哦。哦，音乐哦，你这样聊天室会暴动哦。真的哦，搞不好他们就说音乐是我的之类的。聊天室不是，他们会打某人跟某人的一个字而已。哦，对不对啊？例如团团跟他，不对，关我屁事。团特跟特，关我屁事。你这样提屁股，你小心一点哦。哎，我们超像在捕鱼的哎，天哪！啊、我这边好多莓果可以吃、哦。你们原本不是说要捕鱼，什么没捕啊？没有鱼可以捕啊。哦，当时没有啦，现在应该有了。现在应该找不到，没有看到。想看鲨鱼、欸。好啦，哎、欸，我们要出发了没啊？啊，我准备好了。杰克啊，杰克还没上线。哎、欸，哦对哈、哦，还是我们、欸、我们先去海边找鲨鱼头。杰克，你给我，你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把影片关掉。哎、欸，肚子。把影片关掉。把影片关掉。什么影片都不好说。在看什么影片啊？不要看奇怪的影片哦。难怪会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哦。哎呀，耗他这么久嘞。没有这个，我相信我住我对面那个最清楚啦。好，团团，没事没事，等一下要被藏鞋子喽。我看不到。别啦别啦别啦，慢内慢内。有木架存放架有那个吗？有放吗？我可以不吃肉吗？他一直强迫我吃肉、欸，哎，啊，我要怎么把煮好的肉晒起来？不行，对不对？不行，煮下去就不能晒，煮下去就不行，不能拿。那你要不要先吃一吃补血啊？我吃个。对啊，那个骨质的可以一直带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们才在刚、哦，所以才会在烧骨头啊。那我们不应该做这个骨质为离的、欸，这可以做超多，浪费了对不对？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材料会自己送上来。哦，好，之后记得要拿来做护甲，护甲。哇，因为我想说我们真的太薄，每次被那個野人挥两下。哎、欸，野人。哇、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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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啊，我烧起来都是你啦！野人在哪里？骨头骨头骨头！哎、欸，这野人怎么看起来那么像 ET 啊？等下我好烧，我好烧。OK，OK。团团，你后面有跟一只，你后面有跟一只。团团，你后面，等一下，团团，你后面。要收拾了，收拾了，收拾了！我现在还是，我丢掉了啦，我丢掉了。不，他跑好快哦。要跑走了啊！等一下，要先去屠宰场对不对？我冲！对，先跑到屠宰场，先过来，先过来。你们刚刚什么都没看到，好恐怖哦！一个战斗，一堆东西坏掉，靠！真的，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他还害我们破坏这个的，真的，这是要叫什么度假村的阴谋？野人度假村的阴谋。对啊，我们就是野人度假村的、啊。哎、欸，等一下，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杀兔子是为了要什么东西？那个有树枝的包包，所以是要多少皮啊？毛皮？欸、不知道，我看不知道。好，在哪边啊？我看一下，我是不是一直储藏吗？不是，应该是装备。你就把一个布把还树枝放上去，然后就可以。